这边呢，也非常感谢所有的小队们今天的到来。那么这个礼拜的主场赛事呢，也将到这边呢来短暂的告一段落。到新庄呢，来出战主队的富邦悍将，也希望我们的小队们继续来为球队呢来帮助。我就是爽，超级爽就是爽，我最棒就是爽。马上要来颁发金枝手单场最有价值球员，就是呢，金叔。状况就还不错，但是就是其实跟伟忠也是好朋友，所以在球场上我们也是尽最大的全力去比赛。对，因为是好朋友，就相互做他们的。没有，他上次也是爆冷圈。好，原来如此。那目前呢，连续的安打场次也持续在推进中。那今年是如何来保持打击手感呢？就是。保持正面心态，然后每天都保持微笑。保持微笑，对，真的好。那今年呢，似乎也很久没有在主场来获得 MVP 了，有什么话要对十号队友来说呢？就是很感谢，就是开放球迷，你们大家都蛮热络进场的，然后我们会继续努力，然后把下半季拿下来。但是呢。也请我们俊秀呢将 MVP 的签名签到我们的大荧幕上哦。啊，那马上呢，俊秀也因为呢，来紧接着来做治疗后，那也请我们现场的所有朋友们再次的给予我们今天的 MVP 三次打点的英雄何俊秀的掌声鼓励。来到桃园主场来享受棒球。